枯蛋你好，我是你的粉丝。用萝卜刀和卡包和你换评级卡，如果可以我会天天给你点赞。评论区打出这个词是天才。萝卜刀，小伙伴们不要告诉我你是不是你没有萝卜刀，你有萝卜刀吗？现在流传的很火的一句话就是说，你没有萝卜刀就不跟你小伙伴们就不跟你做朋友。小伙伴们，你有萝卜刀吗？我没有哎。但是啊，刚才啊，昨天有个粉丝给我寄了一个萝卜刀，还有很多的奥特曼卡包，说跟我换一些评级卡，现在去拿快递吧，迫不及待了。萝卜刀，哇，太牛了吧！小伙伴们，朋友们，请颤抖的手，你们喜欢奥特曼卡包，你们喜欢萝卜刀吗？不要不要了不要了，这些都是我不想要的一些评级卡。哇，我就用这些评级卡跟他去换那些卡包和萝卜刀，最火的萝卜刀。现在流传的一句话就是说，你们有萝卜刀就不跟你做朋友。小伙伴们，你们有没有萝卜刀？有的刷一，没有的刷二。哇，小伙伴们，这些都是我不想要的评级卡。哇，这位粉丝想跟我换评级卡，小伙伴们，我把这些评级卡全都给他好不好？小伙伴们，你们说我是亏了还是赚了呀？哇，这些评级卡我都不要了不要了，不想要了。好吧，现在咱们就用这些评级卡跟他去换那些卡包吧，现在去拿快递好吧。哇塞，太牛了吧。哇哦，小伙伴们，那么多的评级卡换了一本卡册哎！哇，你们说是亏了还是赚了呀？好吧，还有，哇塞，这个哇，打开这个包裹，我家这包裹有点坏了，没关系。哇，这么多的卡包，哇，这是什么？蛋仔派对，哇，这个皮肤玩具，哇，好可爱，哇，这蛋仔，哇，好可爱的蛋仔，哇塞，小伙伴觉不觉得很可爱呀？哎，萝卜刀呢？怎么没有看到萝卜刀？哎，在这儿，哎，萝卜刀，哇塞，真的是萝卜刀哎！哇，这真的是萝卜刀哎！哇塞，小伙伴，你们有没有萝卜刀？没有萝卜刀的话，就不会跟你做朋友。小伙伴，没有萝卜刀，我就不跟你做朋友。没有萝卜刀，我就不跟你做朋友。哇，小伙伴们，你们有没有萝卜刀？有没有萝卜刀？有没有萝卜刀啊？哇，这萝卜刀真的好帅啊！我丢，这绝对能出好卡，好吧？哇塞，真的出了一张白金卡，哇，太牛了吧！绝对能出考，小伙伴一起给我支持一下好吧，一起给我支持一下。哇，这一张 SSR 卡，哇，小伙伴这萝卜刀真的好喜欢呀。好了，我们话不多说，开始拆卡吧。第一包没有，哇塞，小伙伴们这太大绝了，小伙伴你们想不想跟我换卡？哇，这么多的好卡，好卡包，这是传奇，加油加油。哇，出了一张 USR 卡，哇，好帅啊，继续继续。哇，出了一张 UR 白金卡，咱们继续用萝卜刀。哇，这些绝对能出好卡，因为他受到萝卜刀的影响。哇，萝卜刀，一张 UR 卡，继续继续，迪迦哥保佑，继续继续。哎，这是一对什么？这是一对拼图哎。哇，出了一张赛罗的卡片，哇，好帅的赛罗，一张 UR 卡。哇，又出了一张赛罗的卡片，哇，又是一张赛罗的卡片。哇，看看还有什么好的卡包还没拆到的。哎，这里还有两包传奇，把它拆掉，一定要把它拆掉。好了，小伙伴，咱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啦。萝卜刀，小伙伴们，你们有没有萝卜刀？好了，好喜欢这个萝卜刀啊！这期视频咱们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拜拜。